可以听我指挥吗？我是一个金牌指挥，在校园赛上，因为我们班，我做指挥就带他们赢了，你们也相信我好不好？虽然我技术很菜，但我思路很对。你减他速，我勾他一下，你看减速慢了吧？有些东西啊，错过就是错过了，你再想勾他就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了。对，你又减了个速，那就挺不错的。然后呢，我勾到他，你说他死不死？你再给个一技能好吗？很伤，我吃药，我躲在这里把这个红给勾了。不，你减他速，然后回弹，我接勾，他死掉，行不行？姜子牙，这个配合都已经跟你安排好了，不是弹这个兵，是那个人，好吧？你减他速，兵线没有了呀，你要喝？那我们去上路吧，李白会出来的，姜子牙你要小心，准备好你的小闪现，我的钩还差一点点，你先减他速，然后再回弹，我等他闪现，我一踩啊，一个结局。李白小心，别怕，我站在里面，你们活下去，我跳跃，你把他弹到我脸上了，哥哥，这个鱼啊，我安的他，我这啊哈，勾踩，一吃药，哥们儿，可以啊，我觉得你这个二技能丢的不错。回家了，可以，你们两个都打开麦克风了，听我指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听我指挥。嗯，我也大了。注意看，这个安琪拉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肉身逼走位？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先捡他甲，我勾他一下，对，然后弹他一下。我勾是不是？这不就好起来啊？你好像要死了，那可能有点小可惜。别气，他刺了一下，我好像有点帮不到。这怎么办？他晕我，然后呢，给了我个大招，然后呢，好，主要我出错鞋了，你知道吗，姜子牙？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，姜子牙？张飞，姜子牙不理我，那我只能跟你玩了。我在他旁边念了好久，他理都不理我，我只能过来念你了。我来了，张飞，等我，上去打他，我在，别怕，吼他，吼得漂亮。我这一勾一吸，你看我们配合的好不好？去拍他一下。嗯，还是跟你玩比较有趣啊， fair。 嗯，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想的呀，张飞？你还是不说话吗？上剑下剑。嗯，我猜你原来是玩干将的，你原来，张飞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这跑得有点慢。别怕，我肉身逼走位，一手勾，一手吸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小走位，对不对？他劈了我一刀，他横向劈吗？我这边纵向踩，我闪现，我买装备，他死不死得掉？他死了，然后呢？他露头吗？你说撤退，好的，你说什么我都会听的。张飞的麦克风依旧在，没有啊，张飞开了小喇叭呀。
姜子牙也开了小喇叭，大家打开语音听我指挥。别怕，我在。我踩一脚，我勾一下，我吸一口，你看我打得好不好？我是不是优秀的指挥？你怎么看，姜子牙？那当然漂亮了。我踩一脚，这哥们死了呀！活下去。张飞，这个姜子牙还是不理我，我又来找你了。是你，他刷大，然后呢？是我，哎，你怎么能把我给卖掉呢？你难道就是为了你名字右边的这个标志吗，张飞？想要你就早说呀，我会让给你的。但你卖我就是你不对了呀，张飞。等 CD， 好吧，那答应我以后不要放弃我好吗？快点，好不好？别怕，我在。你想去哪呀？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我们先把兵线给清了，然后我在这里精准一救我，张飞，吼他，张飞，吼，叫出来，漂亮。李白过来了，我一高踩一下，哥们儿。然后呢？能打吗？撤退。好的，我听你话。这个蓝你要给我吗？算了吧。我觉得你要做点输出了，张飞，你怎么看？你要不要憋一手暗影战斧，无尽战刃加电刀，吼出来后直接往别人脸上刚，行不行？呀呵，吼出来，你有吼吗？真的要撤退吗？我感觉好像不是很好秒他呀。哎，你别死了呀。这个不好打，我去做冰心了。我觉得鱼有点讨厌。我厉不厉害？这把不就赢了吗？减他速，弹他一下，交给我。
不好吧，朋友们，这样我压力很大呀，感觉这把要输。哎，你真的听我的做暗影战斧了，这射手跟团，哎，你真的暗影战斧加电刀，我刚才开玩笑的呀，你那个好像没什么用的呀，我觉得你暗影战斧加破军还有点用，电刀没啥用的呀，讲道理，我不骗人的，你相信我，校园级指挥，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你喷他干嘛？坏坏哟。聊天把自己聊死了。嗯，这有点不好。嗯，我要把帽子给做出来了，这把需要我来 carry 了，兄弟。这是什么？可以，我们能赢。啊，这个人过分了吧，追着我打。你再打一下试试。啊，我吸他干嘛？我踩一脚不就好了吗？往哪跑，小鲁班？跑得掉！往二！哎，你别笑了呀，姜子牙，你这个太那个了呀！这是什么？安琪拉一个大招把你给秒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不要笑了，你比我还要穷了，你好好玩。我们班同学看着呢，我的天，这操作强行站边，不可以这样玩了吧，朋友们，这样玩会输的。阵容不是很好，凯做一个冰心。下路没人守啊，不做冰心的凯是没有灵魂的，他不知道吗？我这伤害也太低了吧，这李白在草里面你们不知道吗？开什么玩笑，别怕，我在。打他！往哪跑，弟弟？我猛不猛？看我表演！准备接！啊，接不到！来。撤，他那边打主宰在，我们走吧。哎，这一把感觉钩子命中率不是很高啊。不用撤退啊。啊？怎么想呢？我成打野了。嗯。给 C 位，哼，小伙子脾气还很大嘛，生气了呀。这就很尴尬了呀。
我要去勾人。我吃药，等一手。啊，不，又开大了吧？哎，这开大新兵是有点恶心呀。不行，我要把帽子给做出来。哎，我这个被动已经攒满了呀。主要这个鱼比较讨厌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鱼让我非常痛苦。等下我会吸不到人的。请求集合。这都不是我们想打的，我们想打的只有安琪拉、鲁班，可以，这波也许能与之一战。哼，跪求一死。哎，我们这样打好像挺麻烦的呀，这感觉到最后怎么有种隐隐约约会输的气息啊。别急，不能急不能急，这把得等我勾一个，知道吗？我勾不到的话这把就输了。下路带一带，朋友们，你怎么想啊？你又是怎么想的？我勾不动了。哎，这人啊，哇！请求集合。撤吧。开始撤退。我不在呀。撤吧。哎，这安琪拉直接见到人就直接开大的呀，我服了。开始撤退。开大的那个盾掉不掉？就要重新再要把那个盾给打掉，我才能勾得到。请求集合。吼得好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救不到了。完了哦，没玩，走位走位。哎呦，好烦啊！下路继续带一下，把我大吸血书给做出来。我现在对这个兵堆一踩踩一脚，回超级多的血。主宰没了，太难了吧！等下处理鲁班，感觉没有冰心，我们的凯压力很大。完了，回防高地，我也觉得回防高地比较好。等我勾一下鲁班，好吗？
我笑了。他怎么闪现上去了呀？是你，给我过来！还有你，我跺一脚，开大西，走位，兄弟！这不发起进攻，不就一波了吗？跟着哥哥冲起来！深夜了，这些同学都不讲话的，好像有点没意思哟。下一把，金牌辅助，理所当然。